外甥还小的时候，小孩子讲话最天真的啦，真的，他就跟我说：“三姨，你的眼睛好像机器人。”我听起来就好伤心哦。其实我觉得我最困难的就是求学的那一段啦，那就是每天觉得学生一上学就是看不到书哈，那每次考试我自在瞄半天，有时候比如说写那个数学方程式啊哈，那个 x 几次方，那个几次方我都看不到，然后我真的是有点拼那个技巧哈，就有点猜那个字是什么。那时候也比较小，也不太知道跟老师讲说哈，我真的有这么大的困难，所以我也没有去读盲校。这样算吗？对，这样可以。这里有个穴道。嘿，这里有一个风池穴哈。嗯。比如说像睡眠不足啊，还是有时候头痛，像失眠头痛，按这个地方很有效。我现在每个穴道。那时候真的是一般父母都是这样，一个孩子到20岁看不到，他真的不知道要往哪里走。那时候刚好是有一个亲戚，就跟我们现在这个学校老师有一点认识啊。他就叫我爸爸妈妈说，就是说孩子眼睛看不到是一个事实哈，你一直说让他留在家里也不是办法、啊，孩子他改天他还有他的日子要过啊，还有他的将来在啊。我爸爸妈妈他们当初他还是我哥哦，伊个读起车都嘛是，伊自细伊是算读严谨个，啊我做班长个。迄阵啊，阮兄弟个就是算一个吼，爸算两个弟仔就出来做。啊，即摆即种时代哦，你若较输讲干呐做部门个吼，人家伊较无方便啦。啊，阮叫伊算做严谨，我做班长个，我算伫内边做，太好势。啊，小弟教伊无遐高啊，至少伊在伊个受伤。啊、那时候我们那家汽车公司老板他是有跟我爸爸妈妈保证的，就是说叫我过去工厂那边，只要李老板他有一碗饭吃、哦、我廖某某就有一碗饭吃，但是我不要那种寄人篱下那种感觉、哦、我宁愿今天到外面就是要到外面乞讨，这样我宁愿真的是傍着一个碗，我到外面挨家挨户去祈祷，我愿意，但是我不愿意说，好，今天老板你说你过来我这边，你什么都不用烦恼，就住在我这里，真的那种日子，我只有像我的个性，我是没有办法过。在我正式大学毕业后，我去打听过一些盲人能够做的事情，那我就决定说哈，我还是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走盲人的路，要不然哈，我没有办法跟人家竞争，我没有办法生存呐、啊。那后来就是我一毕业我就去重建院念书了。台湾盲人重建院这个地方对我来讲可以说是一个，从我看不到以后，真的是在就是说以后的就业还有我的人生观，它是一个真的是完全改造一个地方。我去重建就是只有一个目标，说因为我那时候面对的就是要就业的问题，那我就是一心一意就是要想要把按摩这件工作学好。我是感觉淑敏哈，伊求知欲很强，然后很谦卑，就是讲不会因为自己也受过高等教育，然后就会就是说抬高自己或怎么样，不会。他就是不管是很小的事情，或是在学业上，他都很愿意来学习。咱台湾人有一句话讲：“愈白的稻仔穗，头壳愈大。”真的是他。学历很好，学问也很好，可是他很那个谦卑，
很客气，反而对人家更好，而且很热心帮助同学，因为他还有一点点实力。要临毕业之前，我又开始一点惶恐，因为我在台北真的是举目无亲啊，而且哈，我认识的同学也没有。那时候我知道说，哇，那毕业真的，那改天这个就业的问题要怎么办，要怎么解决？那我自己一直在那边想了好几个晚上，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做。后来才想想，我才跑去跟我一年级的那个按摩老师说：“蔡老师，请你是不是可以帮忙，帮我找一个地方？哈、哦，就说让我什么都不要求，只要让我说有一个地方睡觉哈。哦”他就是说能让我有一个吃住地方，这样就好，其他什么问题我都可以，就是说我都可以接受。啊，当我去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说这个地方，那时候我对按摩还是完全不了解，但是我一去我就知道说这个地方哦，不是我在这边久留之地啦。但我内心就有点打算，因为那家按摩院他做的不是 很正派的生意，哦，这个我一去，哦，我看就知道。因为那种地方我知道，尤其对不用说像我们眼睛不方便，一个正常人，哦，在那边住久了，真的那种意志力都会被腐蚀啊。那时候在那个河江街那边有一家按摩院，他说那边就缺少一个男师傅，然后我就去应征。去应征的时候，他们那边刚好有签个男师傅啊，老板他们当然看一看，问一问我们各方面的问题啊，老板就愿意录用我，所以我就一直留在那边。我留在那边最主要的原因，我在那家按摩院大概待了13年多。我愿意待在那边的理由就是，那一家按摩院他们所做的就是观光饭店，哦，针对了有很多观光饭店，大部分都是一些日本人比较多，因为日本人他们对按摩师很尊重。按摩业哈，一般都是被认为24小时服务啦，随时有可能叫你起来工作，然后有时候待了半天也没有事情做。那人就要待在那边，我那时候最不能接受就是这个啦。那还有刚刚开始做哈，总是体力上哈，还有那个对于那，因为24小时营业嘛，所以那个体力也不太能够说适应，说就像人家说从美国到那个台湾，那个生理时钟都混乱了。那最开始做就是这个困难啦。那我心里也一直很排斥说，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？3更半夜哈，人家都在睡觉，我们还要在外面走动，还要在外面这么辛苦，开始是有这个障碍啊。后来，因为想归想啊，还是得生活啊，岁月不饶人。从前院底下那两个社工正真好命，咱这吼，反正你到课堂上上，其他拢无压力也无烦恼啦。我对细汉到大课一段时间上好命。真的我们都没什么特别的相处，那就是我是因为看到他对我们里面同事真的都很和善，而且很诚恳啊。那其中像我们里面也有一个60几岁的欧巴桑也在里面工作啊。那一般年轻人讲真的就是会比较做表面工作的很多哦，觉得想要追谁就会很热情哈，但是对其他的根本就不会说哈去主动做什么。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相反，呵呵，他真的他对小姐好像没什么热情呢。然后就是对那个年纪大一点的，对长辈哈，真的就是很尊敬。那时候我太太就跟我岳父母讲说，就说他认识了有这么样一个人啊，所以我岳父母大人就派了一个。算是特务吧，就派了他的姐姐还有姐夫上来台北看我。啊，真的是最感谢是应该是这两个人，他看一看回去，
当然跟我岳父母报告，当然都是通过啊，要不然第一关就打下来，后面真的就没有下文了。那我就是我父母亲哈，他们那时候开始也是有一种想法说，那我们看不到都已经就是已经有困难了，怎么还要找一个看不到的啊？那这个障碍都是一般盲人碰到的问题啦。那我父母亲还就是说还算很开明，我跟他们讲，就是我跟他们解释哈，说因为其实假如说我看得到的话哈，就是说以我这样的话，如果说我的另一半如果是看得到的话哈，可能他不会很了解我啦，就是说不会很了解我的困难在哪里。那甚至如果是公婆的话哈，可能也会觉得他儿子很可怜，怎么娶一个这样的，或许会不一定啦，但是真的幸福。这像咱厝这啊，甲这个大家，这心情拢无当作这是大家，我当作敢若是拢家己的囝。所以讲安尼，人迄大家拢有听说，讲这个妈妈是讲啊，有受教育的人，人迄有受教育，拢真疼咱这。啊，过因大家兄弟同侪，无论小可啥，大家拢真意思拢足好着对。迄若转来一开讲，拢差不多。平时拢在开工，到遮十二点钟、点外钟，爱无在开工，算安尼是较上班吼。我讲阮大嫂伊甲阮相处吼，你看伊心目中，阮两个人都是好做，感情较浓，兄弟之间。吃他们的喜酒的时候是甜在嘴里，酸在心里啦。哦，可是真的讲。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找错人呐、啊，这是真的啦。很不情愿讲说郎才女貌，但是还是不得不讲，真的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啦。我会觉得说他们两个很金素培哈，那所以廖锦龙心中也很对淑敏印象也很好啊。那我就会偷偷的跟他提说这个女孩子不错啊。好，那他廖锦龙他是很镇定的人，老心在哉，所以呢，他们两个算是比较稳重，那个性也比较温和，那自己的求知欲又很强，那自信心又比较有的，算是两个都金贼来两个水准。那一天的确哈，真的是很期待，然后也是就真的是怀着一颗有一点要怎么讲，又兴奋，然后也是有一点担心哦，担心那种心情去医院的，因为本身孩子还没有出生哦，凭良心讲，你就是正常的那种父母亲，你也有可能碰到生到不正常的小孩。那加上我们本身就是说有这样的不方便在，我们当然担心更大，所以我们孩子一出生，我们最重要就问医生说孩子正不正常，医生说很正常，真的那时候才真的就只有完全高兴的那种心，就没有再其他的那种挂虑在。经常发现他很可怜，就是我在工作他就在外面看录影带，然后看完了一个钟头了，进去问我好了没有，然后他每次看到我跟客人捶背，他就很高兴说好了好了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就是感觉哈，我真的觉得哈很愧对他，就是说真的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啊。这个嘛是只带到大细了，才带去安尼。等下伊讲，伊也无爱伊，伊讲伊爱趁钱无意思，伊也无爱伊，爱才搁带去带年，我才搁带来。没有人等车，我们就没办法坐车了。你看公车就放底下过，咱嘛唔敢，逐班拢人举手来看伊这是几号的啊。像现在跟着我女儿出去吼，安尼就抽用了。伊甲我讲，爸爸这个是39路，这个2213咩啊？安尼都这问题有解决啦。这个我们视力有，就是还有一点点残余的视力哈，还可以用这一台眼屏置换大机啊。那买这一台的那时候实在。一台十几万，真的
一般人真的都舍不得买啊。那我们也考虑了很久啊，那结果像有时候小孩子他常常叫我们说，我们爸爸妈妈这是什么？我们老是跟他回答说看不到看不到，小孩子常常趴在那边哭啊。我觉得真的当我们残障，就是父母亲是残障啊，真的教育小孩子就是有这个困难啊。后来我想一想啊，还是就是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哈，买一台这个真的应该有它的必要啦。那买了这一台以后，我就可以比如说什么问题一拿来看，就跟眼明人一样可以看到这个字。我们的孩子他跟着我们在外面流浪已经有好几年了，他真的他已经也很适应，就是真的是他已经可以随遇而安了。啊，我们给他就是基本上，当然基本上物质上的匮乏，基本上我们当然不会让他去那么难过啊。他只要说基本上够了就好，那我们今天着重就是他的教育。我们今天真的我们很认真在这边工作，最主要也是有这个责任的。这个责任在我们真的，这个责任应该是我们工作上最大的原动力。喂，先生，嘿，有请问你倒位？哦，许先生哈，你迄影片站，有，迄陈师傅有伫咧，请你即阵时间方便无？有哈，啊无请你过来哈，请。无，啊，请问你来到阮家大概坐啊偌久？哦，安尼好，请徐先生你即阵过来。好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当初要来这边创业的时候，有朋友听到我说我们要到来这个台北县这边工作，他们都觉得说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啊，当初哈，因为这个按摩业也是算是在台北市那边也是有一点恶性竞争啊。我们的个性，我们不喜欢在跟人家在那边争得头破血流，我们不喜欢这样。我们只是想说，应该在我个人的感觉，这个应该是一个很专业的技术。假如说你只要你真的是你自己很你专业的条件够的话，去到哪里都有办法生存。真忝，啊，我出面头尾也真疼痛，安尼所以大家拢真疼，拢算讲拢有迄个真照顾安尼吼。尤其是像啊分台的一寡师傅，看有要出去坐车，也是要过马路啥物，伊拢一直起来楼骹看电脑，拢会来牵过安尼。我带过路车路的时阵，这是我自愿的啦。哦，你拢无插我，我也袂去甲伊讲啊，我唔甲伊牵你安尼啦。因为我看到即款人自动，咧自然成型嘛，我会甲伊讲，感觉讲你即个需要人接互迄啰。我唔得来牵嘞，家己迄落，哦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唔是讲，阮迄落有时啊，因吼，我咧讲因老母无，有时啊，当个下岗啊，就该换一撇菜啦，啊，来讲，该洗落下，讲啊，我把啥物安尼，我电脑坐烂啦。很好啦，很随和啦，哎，跟甲厝边啊，大家拢做随和的，很好啦。那我们学校有一些专业的课程哈，那个。经血学啦，病理学啦，解剖学啦，我对这些课程很有兴趣，因为在我想象中哦，我认为按摩就是应该学这种东西啦。这算物理治疗，可是我们的那个政府哈政策并没有把那个按摩列入物理治疗，啊，那它就是属于一般的特种营业，所以我们能够工作的场所就是一般住家或者是饭店。那去饭店，以我们这样一个女孩子，那时候我二十几岁啊。真的就是像一般人听到我们听到说我要做按摩都有点害怕，都替我捏一把冷汗。那可是我想我还是我毕竟这个经络哈是一个大肠经的经脉，像这种它一个起穴是从拇指这一边哈，从这一边开始一直到我们鼻子旁边那里去。我个人觉得说社会福利尤其对残障福利哈最重要的不是说。你买一台录音机，我补助你2000块，哦，你买一个盲具，我补助你多少钱？今天最重要真的是要从教育做起，哦，这个有很多特殊，就是残障这一方面的教育才有办法解决。
家庭主妇好像就需要，还是需要那个到厨房去啊。哦，这本是食谱。像我们的工作真的是专业技术之外，也是要有真的很大的力气才有办法做。啊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工作寿命哦，可能不会很长。你不可能说今天20岁这么做，50岁、60岁还这么做，那是绝对不可能。所以我们今天哦，知道说有那么一天，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我们对自己的提醒，还是说跟朋友勉励都一样，我都会跟他们说，真的要趁着年轻，要把握这个机会，这个时间要好好的做。真的有时候哈，机会一过，时间一过就不在了。那你假如说年轻不好好的做，等到50岁，你不做又不行，要做真的没有那一份力量的时候哈，那才是真的很惨。可能真的最近就要退休了，现在啊，我要推到幕后，下次来我炒菜请你们吃。真的啊，也刚刚讲赞的啦，哪能听起来吼，刚刚做过都有才有100分啦，做妈妈才有100分。做妈妈，做啊，对啊，这段时间不及格啊，这段时间真的是不及格，自己做生意。对啊，因为我听了那2年的时间哈，就是反正我精神就是放在那边啊，啊后来工作就工作，精神就在这里了，我没办法，真的3头6臂啊。其实也能做到。像我也是很想看看那个画展啊，或者是像这种大自然哈，那我就很希望说有一些义工朋友哈，可以跟我们一起，就是陪在我们身边哈，就是等于说他的眼睛哈看到了，就代替我眼睛哈看到了，那这样我就可以吸收很多东西呀。像我跟我太太哈，就是说还有一点视力哈，所以说，比如说像这种用距离啊，还是说用颜色啊，还是说用这种层次哈，这样说明的话哈，对我们来讲就是最实在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要具体一些。具体一点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感觉出来。